徐佳琪要升高了，我们先试一下。
哦，那可以可以。这样子，徐佳琪能够到立吗？脚难走。哎，就是会不会丑啊？要就走。不是他名字，他们不同意。尴尬呀！打尴尬，不要不要，不了不了。我要求不要会，慢慢。我只能喊我艺名孙金虎。我现在已经不用孙瑞这个名字。你可以喊孙金虎，孙金虎，他不是胡子家。还有我的主人，对吧？夜王里面，我的主人夜王里面，那个很长很长。哦，今年的那个小座位，好漂亮，这么袖珍。不是，你不觉得做的很像那个宠物小精灵里面会出现的吗？像游戏里面的元素，但是好像这是我给他们的概念，对不起。因为原来他们做的是那种传统的，是吗？这个好原来传统的，然后我说咱们能不能与时俱进，稍微改改风格。大家金色飞贼，就那种 Q 萌的感觉，就原有的。行了，可以排了了吗？那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金华三，我已经1、2、7的上来的。1、2、3咱们还能走第二遍吗，朋友们？
那你就那个也可以开个闪光。你干嘛早踩蒋舒婷啊？你要不非得找你找谁都打吧，你这样你真啊啊啊！你在那里啊？你在那里？我录进去了。节奏大师，杨舒婷自由，你应该你这几年没白干，杨江，这几年没白干，太好看了，创分。对不起，蒋老师，没发现你在这里，没发现你在这里，没发现你在这里。请务必放进去，请务必放进去。好嘞，好嘞，一定放，一定放。两点。OK， 我们就会上海市回联一下。受不了这帮人，高兴死
高。我也有份，谢谢。今年几点了？四点了。3:46。四点了。嗯。杨老师，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四点了。那没有啊，不是真4点。4点了。真4点，差10分钟就4点了。真的，我是讲的。下班。还我命。还你命，还你命。显眼包，什么显眼包？我是美丽包。你少包个显眼包。我是美丽显眼包，那只说明是非常显眼、漂亮显眼的包。那你样子不也是吗？没化妆，没化妆。不行，没化妆，没化妆。是谁？是刘贤。啊哈哈！哎呦我天哪，压了下。哦。很精神啊，你是唯一最精神的一个。没有，我不精神。你不精神啊？马上要发疯了。加油，马上结束。那我们的安顺在哪里啊？5块钱。我迷失了。你为什么那么精神啊？都在点儿，这是我的尾声。小马，干嘛？你会冷，温暖一下他。我天哪，没化妆。嗨，我是弟弟仔。Aloha。咕叽咕咕。青春盛典，最终发表，现在开始。有请 SH48 GNC 队、B 级队、C 级队、C 级队成员登台亮相。
睛，你下面得点点亮晶晶。这啊。睡了几个小时昨天？哇，厉害厉害！我今天太天真了，跟车来的，七点跟车来的，就不应该跟车来，应该多睡几个小时。睡了几个小时？应该一个的样子吧。昨天你不是很精神的吗？昨天晚上。现在也很精神。可以的。今天我化妆的时候完全是闭着眼睛化，因为太困了，我没有睡觉两天。看一下。哎呀，我这头发。还可以哈，真的，这啊就是我们去年 top 48的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做这个头发，穿上我们的衣服，更像《西游记》了，很烦。你变了一个人啊？还没化妆哦，我还没有化妆。挺好的。杨老师，我是谁？你是？何阳晶晶。叫错一次能让我说一辈子，杨老师。嗨。这样吧，我看看。好看。行吧。不好了。来整理一下。整理一下。马上要开始。现在是两点钟，两点整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会放这一段吗？应该吧，会吧。应该吧。嗯。好的。像我这么善良又好看的小姑娘已经不多了，你要珍惜。好巧，怎么又是我？你翻过来我看一下我。哎，删掉删掉。我刚走一路上被无数人夸了。是吗？嗯，都说这是什么衣服，这么好看。对的，对哥，穿这挺好看的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穿 Q， 真的穿 Q， 感觉不好看。干嘛？我其实很多次就是看到那个前辈这样子看镜头，终于轮到我自己看一次了。是吗？不错。那不得狠狠多拍点。飞川，你是不是在摆 pose 吧？就是喜欢一个。
个抓拍就行。太美了，无可挑剔。哎，这个动作好像《西游记》的女儿国里面那个跳舞的那个动作。你别说话了。我每次看到你都不会。都一个动作啊！展示一下拍立得，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，那就挑我最满意的三张，看得清楚吗？看得清楚，挺好看的。那这张还有一张啊，这张好好看。这张好好看，还有一张这样子还没出来，这张还没出，但是也挺好看的。嘿嘿，把这三张签名给大哥。我今天的头发特别。不会啊，真的吗？大家看到我的金发是吧？很近的。挺好看的，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他刚刚那个高清相机把我拍出来，我都用不进去。你能不能都翻过来给我看？我这个翻不过来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给你看。我觉得你穿这套挺好看的。谢谢。哎呀，勾住了，还挺芭比风的。芭比 girl， 你有没有看芭比？我没看，你去看了吗？好看吗？挺好看，很好笑。我还没时间看。万一有一天我跟大乔坐起飞机的时候，我要像姐姐一点，姐姐像妹妹，妹妹像姐姐，成熟一点。怎么这么可爱？我没有不能分辨你，把你老是把你当女人。不是，我这个是哦。你们的身高体重有关吗？身高体重就是高一点，然后女性。我们两个体重都是上下齐发。我感觉，哎，我们感觉你们姐姐是不是比你脸圆一点？对，姐姐要圆，稍微圆一点，脸圆稍微尖一点。不是胖，不是胖，就是那个脸型问题。然后我最近有点发福了，所以就是有点圆。这个是没修过的，挺好看的呀。公司很紧追这个时尚潮流，融合了多巴胺和芭比，对不对？时尚热点的东西很融合，好融合在我们这一身。然后就是点缀非常多，量不愧是我们这十周年的衣服，就是配饰很多，你看这种蝴蝶结、链链、百褶裙。粉钻石、粉纱。那如果再给你选择一次机会，你还会不会再穿这个衣服？再有一次选择机会，会，因为还是要上台的。求生欲拉满。一起加油！就是我们服装部再接再厉，明年设计出更好看的衣服，好吗？都好成熟，好端庄哎，有点不像我平常。哎呦！那边试一下。那我说应该看是这样。有。嗯，就这样吧。太可爱了。真的假的？超级可爱。我说甜妹就是要穿这种衣服，真的。真的吗？你觉得我这个款式好看吗？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你们衣服是不是有改过？没有 ，H 队改的。H 队一开始不好看，后面就很好看。挺好看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主要蹲下你。来，芭比。嗨，芭比。今天就是芭比头发。是啊，这衣服很芭比啊。今天别去脚尖。袖带要看见，主要是看袖带啊。你也得给他拍侧拍花絮啊。Yes， 给他拍一下有一个花絮。在选图吗？找他收钱，咱们就是说钱打在我账上就好了。哈利德都拿在手里了，他不到时候就打在我账上。
来你拍一张娃娃一张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就是很捧场的。军训吗？我就是一个非常捧场的人。感受到了。这几天排练累吗？怎么说呢，我现在有一种回光返照。这可不行说。不是，就是前两天虚不行，但是今天明明从早晨来到现在，但是还是很亢奋，就是莫名很精神。除了做头发的时候困了那么一小时，我做头发的时候是这样的。这是我上数学课的状态。我粉丝在说学我上课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造型姐姐就说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点头秒。啊，因为我一直在点头，一直在点头。我唯一今天唯一睡的，就在我做造型的时候睡了15分钟左右，然后其他时间我都很亢奋，就像现在一个疯狂的找事情做。好牛啊、哦！三二一，公开。相机拍出来感觉磨过皮，制作好的省得后期的，对，那相机拍出来感觉有磨皮的效果。嗯，他们的漂亮，他们像那个，他们像库洛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动漫的，我不是 Hello Kitty， 他们是库洛姆，确实他们的那个漂亮，漂亮，那是大裙摆。你们的衣服也还可以啊。群众眼睛是雪亮的。因为我们队就是从来没有这种大裙摆。哦。没有这种大裙摆，我们队永远就是。很适应，尝试一下不同风格的。没尝试过，所以期待8年没尝试过这样。喜欢你们这个衣服吗？嗯，我对这个衣服真香，就一开始觉得不好看，穿上搭配我的新发型，挺好看的。给我个赌金，谢谢。给完了给我吧。嗯，不要抢，都有。早上几点来的呀？6点半。6点半。好早啊。这几天排练会累吗？习惯了。为了四八的冬天拼命，也为了演唱会顺利。
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好的，加油，加油！调的有多么可怕！
了。我要结婚了，结婚了。星光闪耀，这里是2023年度青春盛典参奖作品排名结果发布的现场。上台的班儿，剪掉。
两杯呢？啊？收走了，你要我赶紧走了。赶紧。让我看一下我长什么样子吗？卢美婷、刘星、若若明、雷雨潇、张守业、哎，大哥你赵泽慧啊？大哥你们。怎么样？马上排名大奖了。我已经准备了五分钟的发言。只有一分钟。啊？只有一分钟发言时间。五分钟。第一名就是的。另外，在本届盛典获得最佳新人奖的迟来的申请比少见。前几天不开，今天来了。你一个。好了，我承认有造谣的成分。对，有造谣成分。毕竟你那边还是有我前天的素材。外面的人真的好多啊！对啊，所以说走，开玩笑。
谢谢大家今天愿意跟我聊天，我很开心。可以可以，好，那不妨碍你，加油加油加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小时候经常玩的那种球，然后一拍会亮，就很小的时候有，就是是吗？很贵，然后可以这样弹。减压吗？我真没玩过。很减压。怎么感觉我？居然没玩过这个？我真没玩过。果然我们俩年纪差比较大啊。刚才我看到猪头一个小妹妹。哦，确实，因为我说我想看粉丝 cos 小猪。好，一个。是他昨天我们。刚刚有个人问。你那个什么？啊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叫什么？它有点可爱，有点。为什么它不会动呢？应该会吧，它就应该，哎，是这样的。啊。可爱啊、哦！可以可以。超级可爱，还有个扇子也很可爱。啊，我想需要一个。啊？送我一个。啊，送你。你要哪个？都可以。那个，你给我集个资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不给你凑。可以可以，有投票有投票。行，真假没有。真的真的。那回去给我发红包吧。感谢感谢。好。要一直爱旋转，哦，小猪，有点吓到了，千万不要生气，要一直开心啊！好，要笑，要多笑。吓到我了。啊是啊，他很容易生气的。你不要在这耽误我的粉丝的时间。嗯。一直开心啊！好凶啊你刚才。我哪里凶？我一点都不凶，你不要走呀。行。Hello， 你好。再给我封杯，多一杯水。快点写一点呢。要看到了的。封个杯。干杯。闻一下就行了，因为我酒精过敏。是吗？是吗？来，干杯。喝了啥？我有喝过了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看，这是我努力这么多年，然后这一年做了好多好多公演所获得的成就。对，可以。希望明年。明年再说吧，船到桥头自然。可以。不要去贷款，明年会发生什么？好，那你加油加油加油。哇，每个人拍爱心呢。啊，我给你可以给你比心啊。可以啊，这个也想拍一个。算了吧，你又没交握手券。哎，这是你粉丝。是吗？波波。来握手啊！握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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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手。你奖杯呢？你奖杯呢？对，我的奖杯。忘带。你带过来了吗？对啊，我也想说奖杯呢。我让他给我。你忘记带了？我奖杯没带。这么经典的这个活动没带。对对吧。
主持人，我已经没上班。那你现在还录？你知道我没上班，你还录？像人吗？你像那个什么监督官？来监督你，对，监督你。上班监督官一样。嗨，Hello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，厉害了！耶，马老师请我吃饭了。是马老师说的呀。嗯，他说马老师上次在很久很久之前，我说等我进圈，我请姐姐们吃饭，我请大家吃饭。马老师就说，哼，你请我什么吃饭？你进圈了，我请你吃饭。马老师说的，但是我昨天问马老师的时候，马老师已经不记得他自己说过这句话了。时间过得太久了。但是现在马老师要兑现他的诺言了。没事，我也帮你记录下来啊，到时候我跟你说。耶，进圈了，哎呀！被杨姐都感动的你出泪了，我没有出泪了。对啊，林姐，不容易啊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嗯，加油！幸运犀牛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谢谢加油，继续加油。下一个目标，千剑。嗯，好。二十八姐吗？二十八姐在这里。二十八姐。二十八姐获得这个名字，二十八姐非常的开心。不会没有人不知道我是二十八名吗？你知道我是二十八名吗？啊、哦，你没看到什么？这个奖杯上写的二十八名是我，孙小燕，二十八名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吧？你知道了吧？哦，现在知道了。现在知道了吧？对。以后每一天都要活得像二八二八咔咔就是八一样。我们新的一年发财，谢谢。可以。先淘汰吧，你们的勇往直前让我收获了。今年夏天最好的礼物，非常开心。好、哦，快点上班。这里粉丝吗？他手幅是马伊琳，人家是就是看最佳拍档喜欢的，好吗？可以，挺好挺好。有这么好笑吗？好笑，好笑，好笑。我看一眼，我猜劝你。我看一眼我自己。好光啊！我现在没刘海了。挺好，挺好。就这样吧。好，加油，加油。我以为你穿短袖是因为冷，这是我的时尚，很时尚，很特别的一种时尚。杨姐也是这样穿的，我们俩早上杨姐问我，你要这样穿吗？我说是啊，这样就不扎了。跟杨姐说，那我也要这样穿。你说把那个套在她的那个衣服。你学杨姐说话学得好像，就是你学到她的精髓了。软软的，对，很软，他讲话太软了。对，讲话软软的。你要这样穿吗？那我也要这样穿。你的粉丝，没事，你忙。哎，张老师，你粉丝很多美女。怎么有你喜欢的类型？什么意思？战术性笑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他们都名花有主。对，不跟你抢，不跟你抢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不是吗？谢谢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加油。明年给我投奖啊！行行，好的好的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小姐。哎，最近你在直播吗？还。哦，拍 vlog 是吗？对啊。啊，我还看你。啊？
你的粉丝也都好漂亮，长得。对啊，我的粉丝长得都很漂亮的。休想打我的粉丝的主意，你叫我跟你说。我只想说他长得比你好看啊。那又怎么样嘛？你这叫啊不？但是长得这么漂亮的人都是我的粉丝，说明我也很优秀。对，饭吃偶像了，饭吃偶像，不一样。哎，我看看，你把那个镜头翻过来一下。不自信了吧？好美，好美。哎，真的好看。啊？真的好看。你不要这么猥琐行吗？你这个真的好看。行，你忙吧，忙吧，忙。能不能把他举报给那个哥哥？他调戏我的粉丝，举报给大姐。我怎么？你说这话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好，拜拜。家人。然后再给大家准备一些小惊喜哦。妈，我长得真可爱。你看嘛，你笑什么？你再看看叔叔真可爱。我觉得挺好的。点头。眼睛可真大呀！张老师，你画了什么？张老师今天画了，左边画了条龙，社会人，你知道吗？龙吗？对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一看像蜈蚣哎。讲什么胡说八道？从此以后，混迹江湖有人罩了啊！把它亮出来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下次再见哦。怎么？你在质疑我的画质？真的，你像蜈蚣哎！走开，我粉丝来了。啊、我也是你粉丝啊。你挡着人家。我也是你粉丝啊。明天靠你，明天我要拿第一。好，说好了。明天我要拿第一，靠杨江了啊。行。搞到七点，我已经连续这样几乎没有睡觉四天了。搞到七点还要去庆功宴，据说不去还要继续旷工，有没有动的？哎、王总请你们吃饭哎！大叔太累了，我都没睡觉，我觉得快猝死了，我都发烧了。敬业敬业。你去吃庆功宴吗？请问？我你不去就算你旷工啊。啊，没有这规定。不是说有庆功宴吗？是真的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没有。你不知道？没有，我问一下你而已。哦、你会出席吗？必须得去。很期待庆功宴。期待？期待什么？吃到很多大饼，耶、吃得很开心。是啊。你觉得那个饼今天晚上会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大，很大，但是就是很，你懂得，吃不到。可以，可以。那希望你今晚上吃得开心。好，你去吗？我不。好吧，还以为你要跟拍嘞。跟拍，我要对记录你们吃饼。对呀、啊，你当我个人纪录片好吗？行，好。什么叫请我们吃饭？这是王总的讲座，要去听讲座了。今天晚上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不可能、啊。哪是在吃饭啊？你见过有人吃饭的时候都没动筷子吗？然后这样坐在那儿，很有经验嘛，经验。就是因为吃过太多次王总的这个庆功宴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因为老总嘛，都会。要那个叫什么？恭喜一下大家，可能就是会讲的那个，讲的祝福语比较多一点。嗯。他会 Q 到你吗 ？Q 到我？对。不至于吧？嗯、因为你看我的名次。很好了，很好了。
就是很好呀、啊，就是我尽量让王总注意到我。期待期待，今晚上。对，要去吃庆功宴，时隔三年，终于又吃上了这个演唱会的庆功宴。吃什么呢？不知道呀、啊，但是王总请客应该会吃得很好吧？米其林三星，我猜。哇，那是发达了。确实，不知道呀，就是王总好久没有请客了。是吗？难得，那难得他请客，敞开吃。我已经很期待了，但是我们要到晚上七点钟。啊，很久。那多留点肚子吧，把那给吃穷了。你会剪进去吗？你不要到时候剪不剪进去哦。对，你说我就会。好，你剪进去。行，你看，你说的，把它吃穷。好，我会把我们王总吃穷的。我是什么大胃王吗？好，好，那你继续。拜拜。又要听到王总的谆谆教诲了。是吗？嗯。大饼啊。开心。吃饼吗？对，吃饼吧，吃饼，晚上要吃大饼了。没有，我听说是米其林啊。啥？是米其林餐厅啊。啊？米其林餐厅。真的假的？米其林餐厅。那我今天晚上一定好好吃。好，把它吃穷了。那也太夸张了吧，穷倒是吃不穷的，你四八还是很有钱的。好，那今晚多吃点。好，今晚吃大餐了，才能弥补我心痛。是吧？是，我现在人很暴躁，劝你离我远一点，走开。好，希望今晚上你把王总吃穷了。嗯哼，今天就是要当一个恶人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了？哦，今天很精神啊。对，因为今天睡够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好精神，今天气色很好。哎，是吗？就今天画白了一点吗？哎，我还以为你今天是因为王总请你们吃饭，所以你很精神。啊、哦，原来是要说这个，那可就精神了，对吧？今天晚上这个庆功宴一定大吃一顿，把这个公司都薅干净。我也希望你今晚把王总吃穷了。啊，那我中午都没吃，我就留着晚上这一顿呢，对吧？这一顿，哎，但是我胃口本来就小，吃不了太多呀。哦，敞开吃。不知道，期待一下吧，期待一下晚上有什么好吃。下一位，等一下。啊，等等等。走。问你个事。哦，你说。今晚上王总请你，要请你吃饭。可以不去吗？哎，你决定啊？肯定不能不去啦、啊，主要是本人有点社恐那种场合。是吗？你会社恐？不可能。真的？你会盛装出席吗 ？ENTP 和 INTP 的值很接近的，不会盛装出席，就这样出席。啊？王总，等下请你们吃饭是吗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呀。这还难道还有假、啊？你太小看人了。没有没有小看。而且吃的听说吃的很高级，很好。是吧？有多高？米其林啊。你一会儿跟我们一起来就行了。啊，那你肯定得记录一下这大场面。那来怎么能行？不用。来嘛，又没说让你吃，你就是来。可以，你想记录什么画面呢？记录一下王总请我们吃饭的画面。啊。对吧？这场合应该也没出现过几次，我觉得应该拍一下来纪念一下。是吗？吃饭了吗？吃了一点。吃了点，是不是在等着王总晚上请你们吃饭？啊？是不是在等着王总请你们吃饭？嗯，也对，差点都忘这事儿了。谢。王总，谢谢您请客，但是更想要红包。行，你猜他今晚上会说什么？会画画画。就是给我们好吃的东西。我不知道啊，谁知道他会说什么。吃个饭吧，能不能安静吃个饭。你猜一下猜一下啊，能给我们吃点饼吧。啊，聪明聪明。下一位下一位。形象，一会儿的发言吗？对，这几天大家辛苦了。今天吃完这顿饭，每个人都涨工资，
除了阳江。他不光 说两句吗？他可能要说一篇文章。一般都是这样子的。我就很期待，好久没有听他讲话了，很期待他这次会说多久。真的太久没听他讲两句了，就觉得有点蛮怀念的。好、蛮想念的，不是怀念，想念，把怀念期剪掉。他可能会 Q 到你了。等一等，等他会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未来如何的展望啊，就是说你看大家都越来越好了，整体都上升，对吧？这样你学得很像吗？那每年都说的差不多呀。是吗？是吧，他每年都会说，哎，我知道他今年一定会说什么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元宇宙啊，就是未来前途一片光明，大家都积极参加我们这个元宇宙什么什么巴拉巴拉，我已经能够预想到了，对吧？这个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公司元宇宙，加油！加油！不会是那个元宇宙的虚拟版王总吧？听他展望一下未来，就是规划一下大家的璀璨星途。你笑什么？哎，你好了解啊。杨江，你不要在这笑，我说这些话就是很正能量，就是的话，你为什么突然笑？你这个人很奇怪啊。你说的很好笑啊。我说的很好笑，我很正经啊。对，就是内容很好笑。内容很好笑。对，内容都是说真的呀，就是规划大家的未来，璀璨星途嘛，向往未来。哦，确实也是。对啊。好，期待你今晚上。现在我今晚上，我今晚上干嘛？我今晚上带我耳朵去听就好了呀。行，对，带我的耳朵去听，带我的眼睛去仰望。好，那希望你后续的星途璀璨。那一定的，我不知道怎么着，但是我的星途一定会璀璨的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耽误我粉丝很多时间啊，你。好了，不好意思。